我们的凯清一定能度过这一劫。苍天哪，天佑太子吧，天佑大唐。太子醒了，太子醒了，太子醒了。上楚穆护卫太子不利，辜负圣恩，杖责一板，降为百骑将军，即日起闭门思过，主者施行。盛将军，去刑部领发吧。怎么样了？盛将军习武之人，筋骨强健，傅思言请不用担心。有劳了。哎呀，我也是没办法嘛，这陛下都说了打一百仗，少一仗都不行。不过你放心，我打过招呼了，轻轻打的。轻轻的，这都皮开肉绽了。哎，傅娘子，这你就不懂门道了吧？这皮开肉绽是外伤，里边没事儿。那也不用打得血淋淋的。血淋淋看起来严重，陛下才会有怜悯之心嘛。你不是说了和他不相往来吗？瞧你这一脸心疼的样子，太明显了吧。要你管。哎，他受伤了，你那么心疼他，也不知道你受伤了，他会不会心疼你。我受伤的事情你可不要告诉他。好，我不说。把他抬起来。那日我从马背摔下来，曾经有一个人走进我身边，那个人是不是你？其实那天我知道是你，我以为我必死无疑了。恍惚间有一个人走进我身边，他想救我。我原以为是陈姬不忍我死去，显灵了。没想到原来是你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覆水。覆水。是覆水难收的覆水。这个名字很少见啊。